咁相信每一個願意去踏出第一步去成為一個畫家嘅一啲人，其實佢已經有好一個心理準備，佢會其實佢可以預見到自己將來條路大概會係點樣行啦，咁亦都會有一個心理準備。咁就我自己就會係以我會想開一間畫室，用呢一個去做一啲我自己收入來源，去 support 我自己嘅創作咁樣。咁同一時間就會嘗試去揾多啲唔同方面嘅一啲自己睇下嘅。即自己的潛在的能力，看看可以做到什麼啦，這樣去接多些不同類型的 freelance。 因為我覺得除了這一件事之外，除了畫畫之外，其實畫家其實是 很大，即有很大的勇氣去接受每一個不同的挑戰啦。所以將來去接受到不同的工作的時候，其實都是一個不同的挑戰。我相信即做我們這行的人都會有這個心理準備去預見呢個未來咁樣咯。我非常讚同阿 Jennifer 啦。咁其實畫家咧係真係冇得揀嘅，你一出世咧，你就係好中意好去想表達你自己可能語言上講唔到嘅嘢咧，我哋會喺畫去表達出我哋自己嘅心聲啦。咁我對於收入方面咧，我覺得其實就算以後我可能做其他職業咧都唔緊要嘅，因為我始終我自己都係一個畫家，因為我一出世就係個畫家，就算做乜嘢咧，你自己都是一個畫家的，是啦，就是這麼簡單。那是啦，即是我自己之後都會教畫啦，那日後的事情可能我會做其他，可能翻工不知道的。不過很多嘢就是一出世天就是注定你就是畫家咯。其實他們都說到，就是說選擇做 artist 這條路要有一個相當的覺悟啦。其實我也有同感的這個，其實他們說得對，我自己也認同的這一點，就是你作為一個，如果想成為一個藝術家，就一定要有相當的覺悟啦。這樣收入方面，因為我自己其實還在讀緊書啦，咁樣就都好好彩，就有獎學金嗰啲，就即係 support 到我自己嘅創作啦。但係如果要話俾等我自己去諗，即係以後收入呢啲，咁其實我而家就反而唔會諗住咯，因為我覺得如果太顧慮呢一方面，咁其實都會影響咗自己嘅創作咯。